深 V 抹胸盘头大长裙 ，TVB 视后胡杏儿的颠覆形象驾临上海时装周。说起工作，谈起闺蜜，聊起感情，从头笑到尾。于是我们觉得这位视后有点亲切。一向以干练短发和中性打扮出场的胡杏儿一亮相就惊艳了全场。宝蓝色深 V 抹胸礼服搭配蝴蝶印花和夸张钻饰，性感中又不失俏皮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胡妹妹竟然竖起了长发。我现在也希望呈现一点女性一点的美给大家看，所以现在也很努力的在留我的头发。临近年关 ，TVB 万千星辉的盛典呼之欲出。尽管视帝视后的入围名单尚未公布，不过凭借在《冲上云霄二》中再一次的出彩表演，胡杏儿的入围几乎没有悬念，就连她自己都忍不住带着甜蜜的默认了。啊，还不知道入有没有入围哦。不过，其实能入围就是已经很开心了。而说起争夺视后的那些美人们，仗义的胡杏儿毫不避讳地力挺自己的好姐妹。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好了，但是如果要我偏心一点的话，可能我会支持嘉欣哦，因为，我觉得他真的很好，希望他今年会有好成绩。那边稳坐 TVB 当家花旦，这边在内地发展的风生水起，唯独聊及感情，让记者都不太好意思开口。近日盛传旧爱黄宗泽有意复合，胡杏儿满脸堆笑的表示无心说爱。感情没有好消息，我是在跟工作谈恋爱，谈得很开心。新闻在线，上海采访报道。